道地论古今，卖词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是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以巫术，是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道弟，祝酒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这个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任城笑也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妹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是前浪拍在了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外唱。陆云龙公孙胜，卖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走南闯北开大奔，活跃乱这个乱小区，成天成熊打飞机。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吊死真给劲儿，这个青龙白虎身上印。董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王小虎是李应，四色八年月金色铺天雕是李应。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部是恶性，这个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远垂落，赵剑虎是陈达，总是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平放，你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小林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的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林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公屏把话刷，我们